89，88。来，谢。台湾神厨阿基师也来到 A8 站，在基捷开放民众事成首日抽出饭店自助餐1元餐券，幸运儿开心和阿基师拍照留念。我是今天呢来排队的时候才知道的，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事成券呢，然后来抽奖，这是意料之外，嘿，对，是这样的，所以真的是很 surprise。和季节 A8 共购的芙蓉饭店，除了自助餐优惠外，就连招牌港点也推出68折以及住房优惠，希望可以带动业绩。你会想要就是说有外出去旅游干嘛的啊？你这种可能等于说他只是为了季节通车，那可能只有一次性的。我们预估现在大概能够提升大概2成多3成了。预期季节通车会带来大量人潮，季节 A8 旁的购物中心里头早餐店以及烘焙坊也都提早营业，吸引客人上门消费。这场全域开放民众试搭期间呢，只要在 A8 以及购物中心这个连通道拍照打卡，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礼券。季节沿线购物商场看准人潮带来前潮，纷纷推出相关活动。A10旁的桃园台贸除了有假日免费接驳车，也跟 A18 一样推出打卡抽奖送礼活动。至于季节较尾端的 A21 中立搜狗，则是在4月1号前，只要拿着季节搭乘票，就可以到百货内换抵用券。但挑自己喜欢吃的啊，但优惠是更好啊。因为现在捷运还蛮方便的，有像我们就从台北过来这样子。各家业者推优惠，到底能不能靠着季节夹带的人潮大赚过路商机，恐怕还得再看看验收成绩。记者张志奎、谢伟 S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